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现在到了现在之后，我觉得我对于比赛的结果很随缘。对对对，就是不会特别去追求。我觉得他算是就是各方面能力都还蛮好，就是不管是跑动上，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就是攻击的球路，我觉得都是蛮犀利的，所以我觉得在准备比赛上也要专注的去拿好每一颗球跟每一分。他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年轻一点，所以可能在比赛上面没有太多的经验，但我觉得他在速度上跟一些他打球其实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手法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。With a single, to treat Kasuma Otani in the future.